们现在在哪？我们在伦敦，我们要去看陈奕迅演唱会。其实我也不是为了陈奕迅而去的，我是想说陈奕迅演唱会女生多。那我今天跟他好约好了，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人要搭讪一次。我没这样说啊。就是不管成功或失败，成功或失败我们不会讲出来，可是我们一定要一人要搭讪一次。他想要拍出一个很帅的感觉。哦，他依然在努力。好难拍，你看，好多人，好多人。我现在好想上厕所。OK。那还有还有。我今天上了很多次厕所。阿豪太紧张了啦，阿豪太紧张。紧张就会想上厕所。你去一个地方都要上一下他的厕所。啊，没错没错。也不以高薪高职高级品薄尊敬，就算博到霸着那地位和小邦的尊荣，卖了任性一拼野，忘了了威心